好，我们继续进行时，这一时段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美女，让我们掌声欢迎 Coco 李玟，欢迎张韶涵，欢迎欢迎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呢，牛气冲天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！好，谢谢。我祝大家平安健康，然后牛年行大运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到我们节目呢，有一个小小的环节，就是要留下你们特别可爱的五连拍啊，表情包，对，表情包啊，来。可以。说回到我们春节的一个话题了，好好过年呢，跟亲戚们就是欢聚一堂的时候，最怕亲戚们问到的问题有没有？最怕问到的问题啊，真的想不出来这个答案呢、哎。你有没有想、啊？所以就是没有也是一种答案。就是比如说。哎呀，这把年纪了，嫁人了没呀？哇、哎，之类的，催婚的话啊之类的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你会怎么回答呢？对，怎么回答？管好你自己。哎，这个不错呀。不能跟长辈这么说话吧？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哎，雪晴有没有会遇到这样的困扰？催婚吗？嗯，没有。对啊，我感觉我家人已经放弃我。但他们每次回家都会问我，你现在多少斤了？哦、oh, ，我特别怕这个问题，真的，对，所以那多少斤了？我不回家了，不回家。你不是跟吴亦凡已经结婚了吗？没有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就宣布了吧，不知道了。不行，快点进入下一个环节吧。我们跳过这个尴尬的话题啊，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吧。好，过年嘛，这个快乐最重要，我们玩这个游戏。其实是考两位专业歌手展示歌技，对、啊，而且是他们歌曲储备的一种。哎呦，好喜欢这个环节、啊哦！这个环节好了，比如说第一个命题，我们唱都有新的歌，新、啊、歌词里面包括新对、啊，哪一个新都可以是吧？也可以谐音的。我们两位嘉宾，自主的分成了两队。啊 ，Coco 姐加入到了我们的冠军队，然后韶涵加入了优秀队。我们先给两个队命个名嘛。啊，来，计时开始。好，那我们先来，来，韶涵。一见你就有好心情。哎，可以，好。这个咱们可以想到。哎、OK， 我有想到一个。OK， 等一下，我的情人，我的心，我的梦，我的灵魂，给一个人。哎，要有个新的。有心。来。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那我又想到一个，那我又来了，是这边。心若绝了，泪也干了。心不了情。可以。带你去看流星雨。哎，流星雨。那我又想到一个。当你见到天上星星，可会想起我？哈，明星，那是广东歌，可以。行。你在我心里是最美，每一个微笑都让人心醉。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这可以说好不分手。花的心藏在蕊中、哎、时间到，知道了，在这里我宣布双方打成平手。好，平手。特别精彩，特别精彩。谢谢谢谢